请登场。艺人 Gino、白嘉琪、曾婉婷、陈冠霖盛装出席金钟奖主持记者会。他们有一个全新新鲜的。白嘉琪与曾婉婷都是身材姣好的正妹，也是本土剧一姐，双叔一黑一白，这回一同主持令粉丝期待。今年金钟打破固定主持方式，改用分段主持，这也是四人在金钟上的处女秀。我是后来才知道怀孕了，所以有需要做一些调整，那也要随着身形来做一些调配。白嘉琪接下了主持棒后，才得知怀孕喜讯，大叹准备过程比一般人辛苦。只是因为她很稳定，所以害喜的状况也蛮严重的，因为黄体素比较分泌比较旺盛。对，那就是希望当天的状况可以很好，宝宝乖乖的，不要让妈妈太辛苦。即使怀孕，还是希望能当最美金钟孕妇主持人，把自己当成搞笑担当。至于曾婉婷，则说当天服装不会输，一直持续在讨论中。对，那我们也希望。把最精彩的部分留在当天，给大家一个惊喜。也是记者会就隆妆，然后等到大拭目以待。OK。这回金钟奖主持亮点多，另外两组还包含露露搭配卢广仲，以及曾国城加炎亚纶。星光大道则由去年表现零负评的黄豪平搭档搭配联手主持，主打年轻世代族群，希望增加收看率。记者郑仁宗、李玉涵台北报道。